小学生说，说你每次都讲，老爷子，老爷子，你看，得奖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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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得
没有，我反正我觉得，如果真的是得奖，我就谢谢邯郸，谢谢我爸爸妈妈，谢谢粉丝，我觉得应该是基本盘，谢谢这一些，我觉得就够了。但是就尽量先不要让自己想那么多，要不然会很有压力。还想一下，万一真的上去很尴尬，我讲不出来。那问一下得奖小郑的郑硕。哦，你要问他。对，郑硕。他也没有经验。可是我其实听了他每次得奖的感言，不感动。就是就觉得他都会有这我是电影人，我是郑仁硕，我就爱电影，好像就对不对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我就爱他，他好像就是这三句话，也没有，就是他比较朴实单纯。刚刚有聊到，就是那个如果硕哥得奖的话，你的那个得奖词会不会改变啊？小心说，说你每次都讲。老爷子，老爷子，你看，得奖的来了，得奖的来了，你看，再乱讲。得奖的来了。老爷子，我要再问一次。刚刚最近得奖率那么旺，真的觉得自己不会得吗？啊，真的不会的，因为那些都奖用买的，所以我们公司都没钱。欸、你不要真的写啦，你还在做记号。因为刚刚小勋有说，因为你的得奖词好像都了无新意。对，因为是老师们、前辈们教的嘛，我们就必须要这么做。哎，高老师，摸。高老师，小老师，你摸呢？应该不太可能啦，因为老师在，然后这些前辈有够厉害的。我跟你讲。天哪，无可能的代志做着，啊，有可能的代志更加多。所以，你若讲伊遐蠢，你就该死命就好了，唔免出来演啦。今天贾斯汀不在，所以主持由我来担当。台川不是你强项吗？你讲那么久。我。他跌倒了。他跌倒了。我忽然间我就没有那么期待。嗨 ，Hello。我们用舒肥的方式做了牛排跟羊排。哎，嘉斯汀，初次见面你好，你看。哇！你看这个好嫩哦。大专家牛肉再加上这个寿司，有点奶味，有点红酒。哇，那酸酸甜甜又有一点微辣的感觉，很好。不想要买舒肥鸡，可是又想要在家做舒肥料理的话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